他说老弟啊，你下年那个还能过几个配？他说这样子，那个农民出钱你去收，卖了钱到青岛，他给你卖青岛。他说你来设计包装盒，然后呢咱卖礼品，跟他 offer 在一块卖。他说咱俩合伙能做一个柜，就是这种研制的吧。